使徒行传第27章23至25节，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，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，保罗，不要害怕，你必站在该撒面前，看啊，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。所以诸位要放心振作，我信神怎样对我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在场信心